其实我是有事儿求姐姐，我新做成了两个唇脂，正愁找不着人试呢。姐姐，你帮我带回去给姐妹们分分，试试可好？呀，倪老板做的东西当然是极好的，我们可都求之不得呢。只是，姐姐可否现在就回去试？我明儿就想知道结果，比较着急。可这食盒，哎呀，我帮你送，拿着。怎么好意思劳烦你呢？这有什么？你试完告诉我消息，就是帮我忙啦。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，谢了。赵执事。苏轼，苏锦诗批。如今需要找到公示局的账本，看看当日是否入库了十匹苏锦。这公示局的账本，岂能轻易拿到？说难也不难，不过需要找人帮忙。放心，自然会有人帮我们的。大人不好了，大人！高大人，高大人，出事了！大人，大人，下官刚收到消息，那个吴英说放在我们公示局库房的东西数目不对，亲自过去查我们公示局的账啊！慌什么？此事我已知晓。哎呦，哎呦，这简直岂有此理啊！那他们丢了东西，为什么要查我们的账呢？怕是来者不善啊。无冤无仇的，他对付我们干嘛呢？我们也没得罪他呀。他和我们是没有仇。架不住有人吹耳边风啊！大人的意思，又审了欧阳子瑜。除了他，还有谁整日和我们过不去？文秀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觉得应该禀告大人。香草堂的霓裳偷走了赵执事的试录账本，这死妮子是要翻天呐！
怎么就一点都不安分呢？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啊？他想要干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他与那个洛王欧阳子瑜关系非常，大人不觉得二者之间有些联系吗？公事局的账有问题吗？大人放心，你密室里的东西是时候可以出手了。诺，方志，方志，方志，都轻点儿，轻点儿。这些东西要是磕了碰了，把你们卖了都赔不起。快，放放放放放！还有吗？快快快快！哎，好。盖上，盖上，盖上。好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咱们走吧。啊，这，这。既然打我手里过，就别怪我刮你点油水了。左右现在时局不好，谅你也发现不了。少爷，您不能再喝了，店里的伙计都来找您好多次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能弄到你来管我吗？滚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闲心在家里喝酒？第二，出去。诺。你整日在家里喝酒，放着自己的买卖不经营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经营？我怎么经营？这几日一直在赔钱，我管的越多，赔的越多，我还不如在家喝酒。那也是你自己造的孽。咱们苏家是以布庄生意起家，你放着布庄生意不做，去干别的营生，这茶楼饭庄是遍地开花，却没有一样赚钱的。现如今，你也是破罐子破摔，索性连家门都不出了，你真是个废物！我开那么多营生是为了什么？我还不都是为了筹建苏家吗？可苏家的招牌，在叔您的手里早已经烂透了。再加上严文秀夺走了我们一半家产，远道成都处处为难我们，二叔。你认命吧，苏家大势已去。住口！我不准你这么说，让别人的志气别自家的威风。醒醒吧，二叔。事到如今，苏家已经没有什么威风可言，而这一切都是您造成的。是你硬要逼着我娶严文秀，硬要他参加什么竞标大会，又出尔反尔的跟他翻脸。这样才扰怒了严道成，处处为难我们。二叔，您的每一步棋都错得离谱，您又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呢？分明是你无能，现在把所有的责任全推到我的头上。没错，就是我无能，我没办法重振苏家。但二叔也聪明不到哪儿去，明明一辈子机关算尽，可到头来，你又得到了什么？你现在看看你的周围，还有一个留得住的人？你，完了，完了！苏
家全完了。霓裳姑娘，霓裳姑娘，你不要太着急，王爷他们一会儿就来了。谢谢小青姐姐。霓裳，你可总算是回来了。他们送来的账本里面，连一丝破绽都没有。不过，他们却不知道，我们这一次查账的目的，并不是为了查公事局的贪腐，而是为了这笔明细。喂，因此，当年苏公明进入库房的记录，并未抹去。你看，就是这里。七月初三，并未入库苏锦。正是。苏公明进入库房，必有蹊跷。小琴，王爷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王爷放心，我定能复制出一本一模一样的，让小洛给送回去，他们一定不会察觉。那我们先退下了。这个账本对我们非常重要，你也要沉住气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这苏家与我们谢家都是京城世代不商，如若当年的事真的是他们在背后搞鬼，我寻寻觅觅这么久的仇家竟然一直就在身边，真是无法原谅自己。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，况且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线索，大可以从苏家入手，抽丝剥茧，揪出真凶，为谢家沉冤昭雪。这也算是这么多年来你所受苦难的最好回报。只可惜我的家人都再也看不到。他们在天上也一定会为你感到欣慰的。这是，他想跑，被我们抓住了。小子，你长本事，你还敢跑？带他去见王爷。好，这小子啊，居然自己跑了。王爷呢？开恩呢？真的得去。对呀，我给你下药是我不对，但你都关了我这么久，这每天就是馒头和咸菜的，我受不了。哼，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你认便宜了。你知道谋害王爷什么罪吗？那是诛九族的大罪，现在让你戴罪立功，给你一条生路。不行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回家。走。等等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说。放开他。说。月黑风高那晚，我当时正在梦中熟睡。一群混账东西，这批天丝棉可是入了官帐的。你敢给我送来，是不要脑袋了吗？啊，那上面还盖着公事局的戳呢，都看不见吗？真是瞎了眼了，还要让我亲自来收拾烂摊子，蠢货！我一进去就傻眼了。明明高璇就是在我眼皮子底下进去的，却硬生生的不见了。听我三姨说，平常采办从外头买的货呀，都要交由公事局的大人们亲自盖章验货，有些不能用的，便原路返回。
但有限，你付了银子的，那就不能退了，只能暂时的放在库房里，等到下轮换市或者开市的时候再卖出去。但临时库呢，我听人说管理混乱，也是浑水摸鱼的好地方。哎，这许多值钱的东西啊，他们故意不给盖章，他们炒机会啊，神不知鬼不觉的。妹下，高府那个杂物间呢，想必定是连着一个地下库房，就是用来放那些摊下的东西。这个地下库房有多大呢？从门面上看呢，不算大，但是我估计着里面还有一条秘密通道。你可以走了。快点啊！王爷，不如将此事奏请天家，让天家禁止派人去高府搜查那个密道。可若是这高府搜不出东西来？我倒有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瓮中捉鳖。本王设一宴，将袁道成和高玄都请来，再派人把守大门，一个都不能放出去。同时派人去搜查高府密道，人赃并获，由不得他们不认罪。你放心吧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我是不会动手的。查了这么久，也该收网了。大人，那霓裳进入王府到现在还没出来。又是霓裳，此事果然跟他有关。那洛王殿下今日又查出些什么？欧阳子瑜拿走了账本，还一脸悠闲的样子，着实让人心里不踏实啊。这欧阳子瑜如果继续深挖下去，只怕会牵扯出更多事端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。阿莫，在。谢家之事由苏家而起，理当由苏家而终。诺。大人，您的意思？那苏光明，二老爷，您都几日没有好好吃饭了，再这么下去身子会熬坏的呀。少爷，少爷，你快醒醒，醒醒！混蛋！二老爷，二老爷他自缢了，你快回去看看吧。少爷，这是二老爷留下的遗书。
我苏公明多年来欺行霸市，垄断物价，欺商买下陷害同行，苏氏百年基业皆毁于我苏公明一人之手。自知罪孽深重，不得已自惭谢罪。这些不是二叔写的，但是少爷，这确实是二老爷的笔迹。我了解二叔。 绝对不会自杀的，绝对不会自杀。大少爷，您这是？大少爷。 什么？少爷，此事定有蹊跷。给我闭嘴！把我惹急了，我把你铺子全休了，信不信？你对付香草堂那个女人的时候，也没有半点手软呢。如果不是你把事情办砸了。 本官又怎会处于下风？严文秀，我劝你摆清自己的位置，你已经无所倚仗了，而本官身边也从来不会留那些无用之人。 大少爷，前来吊唁的人都走了。大少爷，你也要节哀呀！现在整个苏家，就只能靠您一人了。小管家，您放心，忙了八日了，您回去早点休息吧。二叔的死必有蹊跷，我想再找找看，有没有什么疑点。 二叔平日也算勤勉，往日种种，我也多有不适。现在想来，实在不该啊！这账目还没有看完，二叔怎么可能自缢呢？
特此留书，望吴地谨记。一是文玉年幼，还需你多多费心；二是苏家近年一家独大，风头过盛。当年谢家旧案，你更是犯下大错。若有一日失败，恐被殃及。还是趁早收手，苏公权。王爷，霓裳姑娘来了。可是出什么事儿了？苏公明自尽了。怎么会？我不信，我要去看看。你先别急，他在此时自尽，必有蹊跷，我们还需从长计议。我这好不容易寻到的线索，如今又断了，我还有好多话没有问他呢。一定是心急了动的手。他们提前行动，势必露出马脚。我们上次说的行动，可以加快布局了。到时，就不信揪不出他们。苏公子，苏公子，高大人，苏公子。怎么今日突然来了，还走得如此匆忙？高大人请恕罪，刚刚文宇在想家中的事情，今日我来是想询问出货的时间的，但听闻袁大人不在公事局，便打算回去了。苏公子如此上心，想必你二叔一定也会倍感欣慰的。你们苏府的事本官也知晓，你二叔留书自尽，实在是令人惋惜啊，还请节哀啊。二叔留下遗书的事，并无他人知晓，这高悬果然与此事有关。多谢大人体谅，只是我二叔正值壮年，他还想一心重振苏家，怎么会一时想不开呢？我觉得此事一定有蹊跷。那本官便不知晓了，也许一时丧气也难免啊。本官正要去袁大人府中，苏公子若有急事，不妨与本官一同前往。多谢大人了，现在家中还有琐碎之事，我还要回去处理，文宇便先行告退了，还望大人海涵。放这儿，下去吧。诺。大人，下官已将那些东西尽数出手。这是换得的现银，请您查验。袁大人，最近行情不好，加上我们又急于出手，所以不好抬价，也就只换了这么多。您辛苦了，高大人。啊，对了，大人，下官还有一事禀报。刚才下官从公事局出来的时候，正巧碰上了苏文宇那小子。听那小子的口气，似乎不太相信苏公明是畏罪自杀。
你是说，他在追查苏公明的死因？这个下官也说不上来。不过阿莫出手，自然是干净利落。阿莫是我的心腹死士，此事除了他，就只有你我知道了。大人，严老板来了。让他进来。诺。袁大人，高大人。严老板，今日叫你们来，是有事相商。这欧阳子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？好端端的，设什么宴啊？怕是鸿门宴吧？那你说说，这欧阳子瑜此举是何用意啊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洛王和大人素日不睦，怕是有所筹谋。难道是？还不止，只怕是这洛王要追查到底了。陆大人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且随我一同赴宴便是。这洛王既然先行出手，本官也不能失了礼数，须得亲自一会。至于这个霓裳，我倒要看看他在欧阳子瑜心中到底有多重要。王爷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我已经派人埋伏在府中各处，随时待命。原告二府可有动静？一直派人盯着呢，并无动静。袁道成疑心极重，未见得会来赴宴。若袁道成和高玄不出门的话，我便派人立刻围了原告二府，强行入府搜查。不过王爷，此举动静颇大，若要真打起来，咱们未必有胜算。王爷，小辉到了。这你们不用担心，就算你们洛王府的兵力不够用，加上我将军府的，我就不信斗不过一个袁道成。哟，小侯爷，您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我呀，本来正在青柳阁和公主闲谈，你家王爷非让我帮这个忙，我实在是推脱不开呀。你可真是倒打一耙呀！明明是你主动请缨，说你要在兰昭公主面前展示英雄气概的一面，你还没谢我给你这次机会呢。嘿，洛王殿下，您可太会颠倒黑白了吧？怪不得我什么都抢不过你呢。小侯爷，您打算援助我们多少兵力啊？300，够吗？100足矣。原告二府上下加起来不过100有余，咱人多了还显得欺负他。此为下策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动用。那袁道成、高玄皆是朝廷命官，若未经添加允准便私自为府，我怕到时候会连累了刘将军。你们大可放心，家父他嫉恶如仇，他老人家回京的日子虽然不长，但也看出来公事局那伙人贪腐成性，早就想揍他一本了。此次能为洛王效劳，家父求之不得呢。令尊慷慨正义，本王着实佩服。哎，霓裳呢？他在瑞园准备比试啊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为安全起见，还是把他接到身边为好。待到铲除了奸贼，再让他回去比试也不迟啊。你说的有理，小鹿在。速速带人去瑞园。接他来王府。诺。
禀王爷，飞鸽传书道，人已经出府，往这边来了。让大家都做好准备。诺。大人料事如神，欧阳子瑜的人果然遍布在洛王府的内外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是回府还是？回府？四处转转，静观其变就好。严老板那边恐怕也已经得手了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霓裳姑娘，她不在绿园。你说什么？她不在绿园。禀王爷，赵通申大人刚送来一批瓷器，还顺带了一封信。王爷，近日有人在云锦庄周围打听霓裳姑娘的身世，那人还亲眼看见那人在云庄主墓前驻足良久。真是，王爷，王爷，人不来了。什么？姓袁的马车突然掉头回去了。王爷，小侯也来人通报，说已将梁府包围，问几时动手。王爷，先撤兵。此事不能轻举妄动，霓裳很有可能在袁道成手里。袁道成，他已经猜到了我们的行动。诺。小鹿，立刻派人出去找，就算翻遍整个京城，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。遵命。一大早就说去王员外家送货，这都晌午了还没回来呢。你怎么了？
没事儿，他可能是贪玩忘了时间吧。行吧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。啊？哎，路上小心一点。什么人嘛！哎，元宵，你怎么才回来呀、啊？你去哪儿了？霓裳来找你，刚走呢。哇，舅妈，你看我裙子别提了，气死我了！我刚从王员外家出来，就碰见一个卖酱料的小贩，明明是他自己狡猾把酱料打翻了，还非得说是我绊了他一跤，还让我赔钱。